近日，王俊凯一组五年前和五年后在同一个机场的对比照流传出来。五年前的王俊凯穿着白 T 恤、牛仔裤，戴着帽子，拉着行李箱，个子小小的，看上去非常之嫩，完完全全还是个小朋友的样子。而五年后的王俊凯长高了很多，简单的打扮看上去气质十足，五官也越来越精致了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这是一个小土豆进化成闪耀的巨星，养成系偶像的正确成长模块。99年出生的王俊凯是真正的小鲜肉。作为 TFBOYS 的队长，王俊凯已经拥有众多粉丝。由于正处于少年期，王俊凯也正长身体，尽管不过17岁，一双大长腿就已经很抢眼了。他的五官长得很精致，尽管年纪还小，但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帅气了。而且近年来他的变化更大了，越来越有大帅哥的气质了，长得越来越好看。